日本海三面环绕，轮岛式T状的百米千枚田对应着碧海蓝天，景色如画。 而株洲这日本唯一延续数百年历史的阳冰式制盐，源自于大海的恩典，职人们顶着烈日挥汗，推铲砂岩，是专业，也是传承。同样也是在美丽的株洲，今年秋天有一场三年一度的奥能登国际艺术季即将登场。 为期51天的活动常态展出，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老旧校舍之内的盐田千春的作品。こちらの作品は2017年に作られた塩田千春さんの時を運ぶ船という作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の作品が最初に作られたのが、その塩田千春さんがこの辺りにある塩田の塩作りの技法を知って、あ、自分の名前と 盐田っていうのが同じなんだっていうのに驚きを受け、じゃあここで作品を作りたいとなったそうです。连接在地制盐的传统盐田千春，以搬运盐田用沙的采砂船作为主体，加入创作最长使用的红毛线，打造出搬运时间的船，凸显职人们守护制盐的精神与传统，强调生命延续的象征。盐田千春的创作犹如艺术季的最佳写照。 小学体育馆改造成剧场博物馆，知名建筑师也以在地各种生活物品堆叠出名为“光之方舟”的异文空间。この珠洲の珠洲市内にたくさん蔵があって、そこに古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た。で、それを皆さんで一回集めるっていうことを一つプロジェクトし、それを蔵ざらえ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ます。蔵をさらうというか、蔵を蔵から出すという。 艺术季有常设，也有不少新创作工，室内跟室外分散在10处的展区。作品虽然还没有完成，来自台湾的豪华朗基宫运用株洲特有的黑瓦片，选在海岸边打造出一座以河体混种作为概念的作品。上一届在同一个地点作品展出的是来自乌拉圭的创作者。 虽然能登半岛各个乡镇人口逐渐流失，但这里的人们以土地发想的职人创作精神，喊出岛屿边陲的艺术季，是美术艺文的起点。上两届活动就已经成功吸引不少人的目光。他们也希望透过活动还有常设作品，让更多人看见，还有感受能登里山里海、大自然不仅美丽动人，同时也充满人文和岁月缩影的艺术之乡。 TVBS新闻，徐启芳，日本石川县的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